今天在直播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有男朋友了，他非常的优秀，我也很爱他，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了他。让你到长盛任职是公司其他股东的提议。长盛家大业大的，没必要跟我借这点小钱吧？长盛的钱不是钱吗？大风刮来的。把他给我叫过来，快！喝的怎么样？好吃。吃吧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。那你猜猜我在这公司做什么的？你是司机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以认个兄妹。妹妹。当妹妹就当妹妹呗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秦姐去哪了？相亲去了。相亲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这位是我的女朋友，今天我们俩吵架了，所以她跑出来。这人你别拽着我了，我放开。哎呀，你怎么就不能多花一点时间在我身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挺可爱的样子。以后可以多一点。过来，等一下就好了。您现在对他的喜欢有点冲昏了头脑了。我就是舔狗，无可救药的那种。工作时间不合适吧？我以后是你私人开事，你花费的每一分钱都要向我打报告。好，我的砍价女王。那如果我一辈子都挣不着钱怎么办？挣不到就挣不到呗，我养你吗？下次开会再迟到扣工资了啊。没有下一次。